你们很奇怪。哎呀，不是，我看这个算什么啊？就感觉怪怪的。哎呀，哎，好吧，那就。帅帅帅。好哎呀哎呀，我不知道，行吗？我感觉吗？不知道，你怎么这，哎呀，哎，啊，你我不敢看下去了，哎呀，真是。他的眼神啊，不是公子的眼神。没问题吗？逮就不吗？大丈夫吗？逮就不吗？啊，对啊，你等我，我把那张图片找出来。我不挂那张图片，我心里好害怕呀！靠，靠。等我把他吓下来，我有点害怕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，哎呀，我把桌面露出来，感觉像是，这被看光了，哎呀，好烦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结合着一起看，这样就不会害怕了。我还要来一个这样子哦。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我鼓起勇气再点开看一下了。哦，没问题哈。他只要不要再用那种眼神看过来就好了。我呀，哎呀，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不是啊，我只是觉得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体验，没有代入自己，我代入自己，我不会代入自己的，我不会代入自己的，我不会代入自己的。拜拜，考哥。
OK，我再看一眼手机。啊，无事，平安无事。我要开始了，我要点开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又。すげえ、すげえ、就是怎么说呢？这个帅呀，那肯定是帅的呀。这我就是不太习惯。哎，我不能把那个图片关了，在哪儿呢？考哥，别走，陪着我。可爱，好看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看不完的，看不完的，这个。